听过三观最正的一段话，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竞争，表面上看是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面子，核心竞争啊，就是能力、资源、人脉、圈子，而本质竞争呢，是思维、认知、价值，还有人品。背面无痕收针，两格起针，三针，一格收针，四格起针。